好，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月5号啊，我们来做一个周末的总结课程。那么依然还是几方面的内容啊。第一方面，我们对整个的这个市场啊，上周的市场进行一个总结和回顾啊，包括对下周的一个操作给出我们一个主观性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二部分呢，我觉得这周我们主要是因为之前每周都会我们会讲一个行业的一个机会，那么这周是把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些中线的关注的行业。我们关注的一些标的逻辑啊，再帮大家进行一个梳理，因为我们也有些新的学员啊，我们看到这个加入啊，可能对之前的我们所关注的这些中线的标的可能不太了解。那么，对于老的来说是一个老学员来说是一个回顾和总结，对于新学员来说啊，你也可以知道我们整个的一个关注的一些方向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二部分要和大家交流的。那么第三部分的内容呢，我们把这一些投资理念再和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投资理念之前的这个主要是在一财的这个线下，当时啊和大家讲的啊，我觉得投资有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理念。第一个，投资是其实是越到后面越是一个做减法的一个过程，同时投资更是啊我们每个人的认知的一个变现，就对整个市场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变现。所以这个你是要一定的一个明白啊，这个我们会在第三部分和大家啊聊一下。那么首先还是说一下市场啊，说一下市场。这个市场指数来说，我们看到了上周啊，因为降准的这个消息，指数出现了一个突破型的一个缺口，而且这个缺口的性质也说了，这个缺口啊，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个突破型的缺口，因为是放量打破新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虽然这个后面几天出现了，周五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包括我认为下周初可能还会延续有这个短期的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这个缺口未来只要在周一、周二没有去回补的这个倾向的话，那么这个缺口很有意思啊。你把它缩小来看，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啊，这个是3050的一个突破性的缺口，对不对？这个是之前有个3050的下降的一个缺口，这个从技术的形态上来说是什么？就是倒型反转。如果这个倒型反转成立的话，上沿我们说过了啊，这个箱体的上沿是3050点，下沿是2800点，也就是说是250点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空间。上证啊，只整整从5月份到12月份持续了7个月的时间。整整震荡了250点，指数低波动，个股机会主要机会在个股。那么理论上来说，如果这个倒型反转成立，那么指数的第一的目标位就是箱体的上沿3050加上250点，也就是3300点，将是这波指数能够看到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位置啊，理论上看到的一个位置。这是我们从一个技术的一个角度来说的。那么对市场来说啊，我觉得短期来说我们不用太在意指数啊，因为指数我们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缺口成立且量能不缩啊，就是说现在上周是2800亿上证啊，如果量能不缩到2500亿以下，3150点是反弹的第一目标位啊，这个3100点在哪里？就是在之前的这个颈线位的位置，就在这里。就是说，指数在3150点之下，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系统性风险。就是大家不要盯着指数做股票，更多的还是找行业的逻辑，包括短期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我们在周末的课程当中，更多的是谈中线的机会啊。因为我觉得短线的这些个股的机会，更多的是由市场的情绪和当下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向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上周表现比较好的像网红经济啊，包括是这个转基因的相关的农业概念啊，其实我们都没有过多的让大家去参与。一方面是你没有先手啊，这个地方你很难去上仓位；第二个就是它的波动非常快，而且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很难去把握这个先手的一个格局啊。所以更多的还是建议我们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在我们中线所关注的几个行业、几个板块里面的一些标的里面，更多的是做波段为主
当然，如果你这个如果做好了，其实你12月份到现在的收益来说是非常高的，因为12月份我们当时重点推荐的几个方向，第一个是5G应用端当中的云游戏。5G 云端当中的云游戏，我之前我看见也有这个学员在后面留言啊，现在的这个云游戏有哪些？这个依然是我们中线看好的标的，但是短期来说，其实从我们的建议大家关注的这个时间点到现在，这些品种都已经上涨超过30%以上了，所以涨幅比较高。你如果没有之前的一个铺垫，你现在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成本会相对比较高啊。盛网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推荐的。在21块钱附近，现在上周最高到了29块钱。当时我说的啊，这是云游戏的一个平台啊，平台类的公司，平台类的公司最大的无疑是腾讯啊，腾讯是既是平台又是内容的一个公司。所以我说了，如果大家啊有港股通的，或者说是有港股账户的，可以逢低关注腾讯。我们看到腾讯在当时我们说的这个位置当中，其实也已经反弹了接近20%。那么，它 A 股的这个流动性更加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是盛网是在 A 股当中为数不多的平台公司，它的上涨确实上涨了接近40%，还有两家内容的公司，我之前说过，对于手游类的品种、云游戏这类的品种做内容的，一定是找市场份额靠前的，最好是找前三的。我当时说了，前三的公司一家是腾讯，第二家是网易，这两家公司基本上是占到了整个游戏这个国内游戏当中的这个份额的75%，也就剩下的25%都在很多的一些小公司里面，这个大家去抢。然后呢，第三的公司叫三七互娱，三七大概占到了排老三，大概占到了10%左右的这个份额，也就是说前三基本上是占了85%的这个份额。所以当时我们重点推的内容的公司其实就是三七。我们是在差不多是在这个涨停板的附近啊，这个地方建议大家中线关注的。但是现在啊，我觉得对于这些品种，包括我们后面还说了一个完美，当时我说只有两家公司，其实都已经超过了30%的涨幅，所以你在这个位置当中再去关注啊，我觉得可能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啊。如果未来以后有回落，如果你手中持有的，那么你可以波段的操作，但是对于新的想参与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啊。这是我们在12月份最先说的这个云游戏的一个板块，然后第二个板块我们就是重点说这个，我说了啊，不单单是短期，而且是会贯穿今年2020年的整个的一个投资机会，就是新能源车的产业链。我们当时重点说了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上游，我一开始说的就是 L 级的一个供应链，然后说到电池的上游当中的钴和锂，包括是特斯拉的概念，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核心零部件的一些公司啊，其实这段时间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涨幅。电池的龙头宁德，我们看到啊，已经是多少亿了？2400亿啊，2400亿的市值，已经是代替了温氏股份，成为了创业板这个市值最高的一家公司啊。我当时说了，为什么我们特别看好这个新能源车，是因为这个逻辑呢和去年的12月份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12月份当时资金市场的一个资金帮你选出了一个妖股是什么？是这个东方通信。然后每到12月份，我说每到12月份的妖股出来的这个方向，都会引领这个下一年的上半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机会。上半年啊，那个去年的12月份，妖股是东方通信，所以我们看到，在19年的上半年，机会最大的就是出现在5G 的里面啊。5G 里面，它是整整的上半年都是大的一个机会，不管是从 PCB 到天线，到其他的这个设备也好，都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样，今年的一个12月份，妖股是什么？一个是万通智控，是不是？上周五又再度出现了一个涨停啊，又再度涨停。还有一个是微糖工业，是不是？之前也是出现过6连板的一个上涨，包括是巨无霸的宁德时代，不断的在创新高，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12月份的资金，不管是活跃的资金还是机构的资金，都在聚焦汽车这个行业，啊，尤其汽车当中的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链，这个行业吸引了很多资金的目光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上游、中游在帮大家找寻这些逻辑，待会儿也会在课程里面和大家再说一下，就这个依然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啊，依然是我们关注方向。然后第三个方向我们上次说了啊，主要就是新材料，新材料当中未来我比较看好的是 OLED 这块新材料，这个是一个中期的机会。还有我们上周说了一个国家大基金二期的一个机会，当中我说到了一个设备和材料这两个细分，然后我也重点说到了这个半导体的材料将会未来也是一个机会啊，所以这是我们中线看好的一个方向。你如果是在这些中线看好的方向里面去寻找机会的话，其实今年你这一个月的收益啊，比你频繁的换股追强势股来说要好很多啊。这个我们也在课程里面反复提到的，如果这波行情是一波终极的一个行情的话，持股所能够拿到的收益，要比你频繁换股所去博取的那个收益要来的大很多。所以还是这样一点，就是这个有中线逻辑的资金关注的这些品种，依然是我们啊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这几个方向，今天我们大家可以再强调一下啊，这个头部券商。有色当中，我们重点说了铜和铝，还有新能源车的中上游，啊，上游就是电池的啊钴和锂，中游就是电池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电池的一个供应链，啊，主要是还有这个进入这个特斯拉未来国产化的一个核心零部件的这些公司啊，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三个方向。第四个就是新材料，新材料当中的一个半导体的材料和 OLED 未来的一个应用，这是我们重点的几个方向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这里面去找寻机会，我觉得这里面的确定性来说会比较高，而且包括也是最近资金重点关注的这个几个方向，好吧？然后对于短期的市场来说，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啊，上周五的这个调整啊，我觉得应该也是在预期之中，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调整的同时，成交量并没有明显的缩量啊，依然维持在上证维持在2900亿附近，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大的问题。而且主要主动调整的品种，一个是证券，一个是科技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之前有过表现啊，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落啊，我觉得也没有大的问题。包括上周的这个五的市场，题材股其实在早盘出现过一波明显的杀跌，主要是一些网红的品种出现杀跌之后啊，像这个兴隆控股啊、鲁商置业啊、鲁商发展、玻尿酸的啊，出现了一波下杀，然后把人气带了下去。但是呢，后面这些其他的一些网红，像这个星期六，还有包括这个中广天择、引力传媒，后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盘中的一个弱转强的一个格局，又把人气给恢复了。包括是盘中还出现了像这个农业转基因的这个概念啊，出现了一波上涨，然后市场这个题材并没有出现消退啊，反倒是又出现了一个回稳。但是对于这两个板块来说啊，我这两个短线的板块，我放在明天的早盘和大家说一下。我的先说观点吧，我觉得这个网红经济为首的这些品种，我觉得短期可能差不多到位了啊。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做这个短期博弈的啊，我觉得可以以兑现利润为主啊。我觉得这个网红板块，我觉得大机会没有了，然后呢，短期的机会没有了，然后剩下的就是上周五新起来的一个热点，就是农业转基因。那么在周五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大北农出现了400，然后隆平呢出现了这个400啊，这个其实应该说是300。这个隆平我看了一下龙虎榜的席位，是我们这个江苏路的这个顶级游资啊，上周五是分板的。那么对于这个品种，我觉得应该在下周初应该还会有炒作的这个预期，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说一点，你做短期的资金博弈的话，你远远的就是
和这些顶级游戏来比，你第一个缺信息，第二个缺先手的这个通道，他们的这个通道和你的通道是不一样的，他们排单排涨停能够成交，你如果排单排涨停的话，可能等你排到打开差不多也是第一阶段高一段落。所以如果你要关注农业的方向啊，更多的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农业农药的这些方向，可能相对来说第一个位置比较低，第二个你可以有参与的空间，好吧，这个我放在明天的这个早盘里面和大家聊一下啊。这是我们说了一个市场啊，接下来还是重点说一下中线的几个方向。前面这个方向我跟大家说了啊，大概有四五个是我们中线关注的一个方向。先说这个头部券商啊，先说头部券商。头部券商我们从啊这个几周前就一直在强调啊，这个未来的一个中线的逻辑，我们一定要找大金融，大金融将会是明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是因为现在整个的一个资本市场越来越受到一个政策的一个关注，包括是这周周末我们看到也出了一个消息，对吧，这个银保监会新年打响了第一枪，当中有一个98个字的一个支持意见，这98个字啊当中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最后一句啊，就是促进居民的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这个是前两年我们看不到的，就是鼓励储蓄多渠道的进入资本市场，这个大家就不用我说了，明年的行情的这个资金就会有保证了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我们今年说的更多的是什么，说的更多的是北上资金外资 QFI 啊 QFI 这些外资的一不断进入，但是如果明年储蓄的老百姓的储蓄资金涌入的话，包括这个还突出了一点，就是这个资金是不能违规资金是不能流入房地产市场的啊，这是意见当中昨天的意见当中重点明确的，也就是在当前的市场当中，资本市场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金的蓄水池，里面有外资，有保险资金，有这个社保，有养老金，包括是未来的居民的理财资金和储蓄的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今年的这个2020年的流动性将会是一个比较充裕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开始听到之前的这个工作会议当中提到了2021年会实行一个注册制的改革啊，感觉是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空啊，就是要发新股了，科创板刚刚注册制，创业板也要注册制，那么多新股是不会有问题，这个我们也在课程当中重点和大家说了，其实如果2020年是股权融资的大年，就更加能够意味着是资本市场在现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到不断的在鼓励这些长期的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其实就是能够为这个明年所带来的一个股权融资大年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保证啊，流动性的一个保证。所以在这个当中，如果金融市场确实有机会，那么券商我说了啊，一定不会缺席资本市场的一个机会，就股市走好了，第一受益反映在市场当中的板块一定是券商。但是券商从配置的角度来说，我也说了，虽然短期啊这个前面涨得比较好的像这个南京啊长城啊天风啊这些小的这些次新券商，但是未来的一个机会，你作为一个中线配置的机会，我们讲的更多的是中线的逻辑。中线的逻辑是什么？中线的逻辑就是2020年是股权融资的大年，股权融资大年首先要看什么？首先就是看投行收入占比高，哪些券商它的投行业务收入占比高的，那么它今年的机会会比较大，而且是确定性的机会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都集中在头部券商，所以我们关注大家让大家中线关注的标的就是头部券商啊，头部券商核心标的，其实我们当初之前说了几家公司啊，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华泰、海通，包括国泰君安，这些头部券商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今天再缩短一下，我觉得中信证券就是最大的核心啊，最大的核心
第二家海通，中信证券那天涨停成交了150个亿，啊，150个亿这个资金，绝不是活跃资金打得进去的，啊，一定是有很多的机构资金在这里面进去的，而且短期来说，几天缩量调整比较明显，我觉得下周大概率如果还不涨，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进到一个配置的一个位置，因为已经连续调整了三天了，啊，连续调整三天。还有一个就是海通。海通的优势是在于什么？海通优势是在于它的估值跟大部分的券商来比，它的估值是偏低的，啊，中信建投我们不说，中信建投我觉得短期来说它炒得有点疯，它的估值呢一方面偏高，啊，现在总的市值已经到2300亿了，啊，中信证券的市值才多少？3000亿，啊，各个这个营业收入差不多是这个中信建投的4倍到5倍，市值只比它多了10%，啊，你觉得这个合理吗？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还是只能说明一家要么是被高估了，要么就是中信证券被低估了，啊，就道理就很简单。那么海通，啊，说海通的现在的这个股价的位置便宜，便宜在哪里？一个是差不多它的一个动态市盈率不到20倍，这个比中信还要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 PB， 海通的三季报的每股净资产是多少？是10.78块啊，我们算10.8块。现在的股价是多少？现在的股价是15块，也就是1.5倍的 PB， 啊，1.5倍的 PB。中信证券股价25块钱，13块钱，两倍的 PB， 接近两倍的 PB。所以海通，我觉得除了它的整个的这个投行上业务收入占比还排在前面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估值比较低，它的估值比中信证券还要低，所以这是我们头部券商当中的逻辑和核心关注的标的。我觉得这些核心关注的标的都是同一方面有业绩支撑，一方面有逻辑支撑，一方面位置还相对在一个低位，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主要的方向啊，头部券商。第二个就是有色啊，第二个就是有色。有色的逻辑啊，我觉得其实最近我们一直在谈有色的一个逻辑啊，有色的逻辑非常多啊，非常的多。之前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啊，有色的就是降准的利好，降准利好两个方向，一个是大金融，一个就是周期，所以有色是它处于强周期的一个板块啊，强周期的板块。所以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就是有色的目前来说它的一个经济处在一个阶段性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阶段性企稳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上个月12月份的这个 PMI 的一个数据再次回到了这个荣枯线上方，基本上是进一步支撑了这个经济阶段性企稳的一个预期，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就是在一季度啊，周期类的品种都有一个补库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补库存的需求。所以这一块包括在这个今年年初啊，基建的一个专项债的一个发放，包括是这个地产的一个新开工，都会推动上方的这个周期品种啊，它有一个补库存的一个需求。所以这是第二个预期。第三个就是美元的弱势啊，美元的弱势。最近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还有周末刚刚啊出来的这个关于地缘这个地方的一个冲突，他们都会带来油价和大宗的商品的一个回暖的预期。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短线也好还是中期也好，都是支撑这个有色啊是会有机会的啊，有色是会有机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当中，一些低位的有色品种都在持续的表现啊，表现最强的什么？和地产直接相关联的这个地产的这个
水泥啊，然后后面是延伸到玻璃，到后面的造纸还有橡胶都出现了上涨啊，都出现上涨。那么这一块我觉得是未来里面可以选择的，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两个方向，有色当中的两个方向，一个是铜，一个是电解铝。那么核心的几个标的就是江西铜业，这个我们在里面也说过很多次啊。江铜啊，我们应该是也是在这个位置说的啊，现在离开我们说的那个位置大概差不多十个点不到。还有一个是云铜，这两家公司我也说了，从公司基本面来说都不错，但是呢主营当中会有点不同，就是云铜它是完全是做铜加工的啊，完全是做铜的，这个是单一属性。那么江铜呢有很多属性，首先江铜除了做铜之外，它还有黄金的组成，同时它还有稀土的组成，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它的概念要比铜像云铜来的多。但是市值同样也是啊，江铜的市值要接近600亿，而云南铜业的市值200多亿，所以只有江铜的一半不到，所以云铜的弹性会好于江铜啊，这是当初我们说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神火，神火说了，神火的这个主要的板块就是电解铝啊，电解铝。电解铝，你说到电解铝，你会想到其他的，像云铝啊，像中国铝业啊，这些都是这个电解铝的这个制造业啊，制造的一个公司啊。但是为什么说神火呢？我之前说了，神火的主要的逻辑就是它的估值非常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态市盈率只有多少。只有三啊 ，PE 只有三倍啊，所以说是非常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啊，主要的方向，这是有色啊。然后我们说一下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链啊，新能源车的产业链，我们前面说了，关注的主要是中上游，逻辑也很简单，逻辑就是核心的逻辑就是新能源车，我认为是。从零走向一，从左侧到右侧的一个开始，这是我们12月份课程当中重点提到的这个逻辑，就是原先的新能源车在前3年2015年开始到2019年这几年里面基本上一直是靠着国家的补贴在做的，国家的补贴它更多的是成本的一个下降，但是呢利润的提升未来主要看的不是补贴，而是看汽车的销量，这个是关键。所以现在的这个我国的新能源车，从2020年开始，随着补贴的退坡，但是销量未来在全球化的一个背景下会逐步的提升，这个是从零走向一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时间点。同样的，全球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渗透率，在今年开始。将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加速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消息啊，不管是从这个宝马的、大众的，还是未来这个特斯拉国产化的一个落地之后的一个量产，还有这次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政策落地，未来到2025年，在5年里面，新能源车的这个渗透率。或者说是它的一个新能源车占整个传统车的一个销售占比要达到25%，那么现在这个数字是多少？现在这个数字是5%，今年的新能源车的销售量大概在150万辆左右，今年的这个销售啊，去年的是150万辆，今年的销售目标差不多是在180万，好一点的话是在200万辆，也就是说每年的一个增速在25%到30%。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支撑新能源车啊，我们看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啊。这个逻辑我们再帮大家今天强调一下。然后看好的一个几个方向，一个是电池上游啊，电池上游我们前面也专门有这个课程当中说了啊，钴和锂啊，钴和锂。然后 ALG 的供应链 ，ALG 是什么 ？ALG 就是这个。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电池的供应商啊，韩国的 ALG， 那么国内哪些能够进入
这个供应商的一些品种值得我们中期的关注啊。而且我说了电池的这个四个方向，正极、负极、隔膜和电解液，按照先后的次序来说，我最看好的是隔膜，它的技术门槛最大，挨下来是什么？挨下来是负极，再挨下来是电解液，最后是这个正极，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标的。然后就是特斯拉的供应链，特斯拉供应链除了电池之外，因为本身 L 级未来就是这个国产化的特斯拉的主要的这个电池的供应商，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有交叉衔接的。那么特斯拉其他的，包括它还有很多做特斯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因为现在的特斯拉的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差不多是30%。那么前2天我们也看到，特斯拉当中也宣布了说，未来在今年2020年年底，特斯拉的国产化的这个率将会达到100%，就是里面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用国产，就是国产化的特斯拉，它所用的零部件全部是用本土化的这个供应商所替代，所以这一块也会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构成了这个新能源车主要的中上游的这个逻辑。然后相关的标的，我们最近啊，之前啊，这个相信大家持续跟上节奏的，应该是这波收益应该还是很好的，主要就是华友钴业。华友是我们应该说是12月份最成功的一个标的，我们是在30块之前强烈的让大家重点的关注啊。我说了这个钴和锂的一个逻辑，一方面是价格回到了10年前的位置，然后下游的需求回升，包括特别是要注重钴的一个机会，是因为钴的生产的巨头佳能铬出现了停产，就不单单是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升，我们单单又有需求的提升，同时又有供给端的收缩，那么这个股价，这个钴的价格就会出现上涨。而股价呢，又是反映预期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在钴价还没有开始往上涨的情况下，股价已经出现了一个上涨啊，我们在30块钱推的。那么当时我说的这个目标位差不多就是在44块钱附近，我当时说了之前的新高是在44块7毛附近，好像在啊44块7毛7，我说这是之前的一个高点，所以我们当时的目标价是44块，我说到了这个位置啊，我觉得第一目标位就到了。那么如果你没有做过波段，你就是在30块钱买进持有的，那么你到今天上周五这个位置，其实你已经是收益已经是接近50%了啊。如果你是半仓的话，其实这一个月的收益就有25%，这是在没有做波段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你能按照我课程里面说的啊，冲高减靠近5天线买入，其实这个地方你的波段的再加上你的波段收益，你的整个的一个收益应该高于50%啊，高于50%。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开头我说啊，不要太羡慕人家这些追涨停板的资金博弈的，好像感觉这个个股像星期六啊、漫步者啊，好像感觉很快。但是你要问一下自己，你到底能上多少的仓位啊？多少的仓位能够不影响你的心态？你到底能够持有多长的时间？这个都是关键，这个是关键啊。最后投资到最后，还是看你最后能不能有支撑你中线拿的这个逻辑，包括是能不能够拿住这个心态。我说能不能够拿住你股票的这个心态，取决于你买入这个股票的一个成本是在哪里。如果我是在40块钱买入的，这两天两根十字星一震，说不定我就没有了，你很有可能在就抛在了上周五大涨的这个前面啊，这是一点。但是我的成本如果很低，30块钱，然后我的经过这个波段的一个操作，我的成本可能比30块钱还要低，那么越往上涨，其实我就不会使我的心态发生任何的变化。价格能够使你的这个持仓的一个心态能够稳定，所以我们一直说低吸低吸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低吸原因啊。所以华友的我觉得第一目标位啊，我觉得已经到了44块钱啊，因为之前我们说过了。然后还有一个，我当时还推了一个锂，当时冠峰和天齐锂当中我们选择，我们说重点是看冠峰，因为是天齐一方面有配股完之后呢，它还有比较大的一个商誉，赣锋呢这块商誉这个风险应该没有，所以当时我们的赣锋也是在30块钱和钴的时候一样推的啊，30块钱附近在这个涨停板的这个位置推的。
那么当时我说它的目标价40块钱啊，现在来看股价也涨了20%多了啊，所以接近40，还有10个点，基本上也已经到目标位了。所以其实第一阶段新能源电池的上游的这个品种，我觉得短期的目标位已经到了。这个是，但如果大家能够，就是大家可以看自己的一个分片，如果你觉得我成本足够低，我拿着不动也可以。有些做短线的，我觉得啊，我说到了，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分片能不能拿。那么还有一些学员肯定会问，那我这个之前没有听到啊，或者说我等我关注的这股价已经涨上去了，那么还有什么方向可以关注啊？我觉得估的低位的品种，我觉得也可以看。之前我说了，这个洛阳牧业是估的这个产能最高，全球最大的是佳能可，全球排第二的是洛阳啊，所以股价呢相对来说也在低位。当时我们讲完洛阳没多久，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后面就出了一个涨停板，然后就连续的一个出现拉升，但是涨幅呢应该说还是小于华友的。所以说，如果你华友不敢买，或者说已经抛了，那么能够还有什么地方刹车？第一个，我觉得洛阳可以关注；第二个，就是我们说要今天要说的这个格林美，三元前驱的龙头啊，三元前驱的龙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格林美的报告其实也蛮多，最近的有一个公告，大家注意一下，看到吗？12月9号宣布的啊，格林美开始全面向 L 级化学供应高镍三元前驱体产品。高镍三元啊，之前我们说的三元锂电池啊，主要就是这个锂、钴、镍组成的。那么钴的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价格比较高，未来呢都开始这个趋势，就是慢慢的用镍提高镍的这个含量来代替钴。所以说，高镍这一块未来会成为，慢慢的会成为这个三元当中的一个趋势，而格林美它有一大部分的这个资源啊，其实是除了钴之外，还有做镍的啊，做镍。同样，格林美还有一个看好的逻辑，我之前说过了，就是今年开始，2020年，因为是5年了嘛，2015年是新能源电池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元年嘛，5年之后，锂电池的一般性的使用的一个周期就是5年到8年，所以今年肯定会成为第一批锂电池到期的这样报废的一个元年。所以格林美它本身就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做锂电池这个回收的，所以未来这块业务的一个增长也是可期的啊。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股价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你同样看这个华友，可能你买不下手了啊，华友最低价的时候是20块，到现在44块，其实已经翻倍了啊。我们关注的是30块，其实是最快的那一段，其实我们应该是享受到了。那么格林美的话，最低是4块，现在是5块，也就是说，现在离开最低的位置，差不多是涨了30%多。所以相对来说，如果不敢买龙头啊，我觉得这个可以逢低的关注，我觉得也会有机会，也会有机会。这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链啊，帮大家梳理了一下。然后新材料啊，新材料这个我们之前的逻辑已经说过了，就是国家一汽大基金在这前面的1-2年里面的一个投入，赚得盆满钵满啊，像这个维尔股份啊、盛邦啊，都是涨了很多啊，兆易创新啊，基本上都是3-5倍的一个涨幅。但是这类品种呢，我说了，今年可能不是我们关注的方向了。我们关注的是二期未来主要配置的方向，二期未来配置的方向，一个是在设备，一个是在材料。这个我们在上周末的课程当中重点帮大家讲了，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逻辑。那么材料当中包含硅片啊、电子器啊、光刻胶、靶材，还有 CMP 的抛光材料，主要是这5个方向。那么相关的标的，其实我们也列给大家看了，所以你这个里面，我当然说了，上周我就说了，自选股里面先把里面放在。里面观察短期有调整，然后靠近五日线、10日线做回补。我们看到有些学员，我看到在下面留言做的也蛮好啊，包括我们当时说的，我说重点说就是光刻胶当中几个南大光电，对不对？说完之后是出现调整的，
看到吗？我们那天上周一是出现跌停，然后靠近十天线，是不是就成为了一个低吸点？如果你在十天线附近低吸的，连续几天其实已经反弹了10%，接近新高的一个位置。还有像这个做这个电子漆的雅克科技，它更强，几乎没调整，创新高。还有这个非改材料，还有这个做 CMP 的这个抛光液的鼎龙股份，是不是？所以说低吸要比你追涨要好的好很多啊！这是我们关注的品种啊，依然你要把它放在这个自选股里面关注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新材料标的啊，最后一个新材料标的就是 OLED 啊。OLED 的逻辑啊，我们也说了很多了，折叠屏的运用，明年的这个苹果的核心机的换屏预期，这个是核心啊。这个是核心，因为我相信折叠屏可能它的量不会很多，最多也就几百万部手机啊。但是如果苹果的核心机全部换，从现在的这个玻璃换成 OLED 可折叠屏的话，可折叠材料的话，这个会引领整个的新能源啊，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换屏潮。然后我说了啊，这个 OLED 的材料不单单是只是手机，手机只是小屏。未来的电视机都可能会逐步的用原来的 LED，包括前两天炒的比较火的叫 Mini LED，慢慢的过渡到 OLED，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而且下周这个1月7号，美国 CES 展当中也会有一些新这个关于 OLED 的这个黑科技的一个产生，主要是 LG 的有一个可折叠屏的一个电视机啊，它可以。这个厚度好像只有3毫米薄，可以卷成一团随身携带。这个我觉得都会引领未来的一个科技的主要的方向。所以相关的这些标的，像上游的中间体，我说了啊，濮阳、万润，还有上游的 PI 膜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现在的这个膜的公司没有特别好的标的，国风啊、丹邦啊、鼎龙啊，鼎龙是做 PI 膜浆料的啊，就是这些品种的公司到现在来说还没有看到有业绩增长，或者说是能够签到大单的啊，这些品种啊。上游中间体，不管是濮阳也好，或者是万润也好，它都已经切入到三星和 LG 的核心供应商的名单里面了，所以这个是比较确定的。而 PI 膜现在目前来看还没有好的标的。那么中游面板主要就是两家，一家是京东方，一家是 TCL 啊，这两个我觉得是 OLED 的一个关注啊。我们未来还是会在里面其中的一些细分里面帮助大家去找逻辑啊，这些都是我们跟踪的主要的几个方向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帮大家再一次做一个梳理啊，相信大家能够比较清楚的一个认识到，好吧？然后第三部分我们说一下这个理念的东西啊，这个其实我们在一财的线下也帮大家讲过啊。这个当时我说了啊，这个投资当中，乔帮主啊，这个乔布斯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这是2005年在斯坦福这个一个毕业典礼当中他说的啊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啊，这句话的中文的翻译就是"求之若饥啊，这个大智若愚"，就是他的一个这个中文的一个翻译。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啊，我把它分开来，用我的意思理解，如果放折射到股市里面，就是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前半句是做减法，stay hungry 是做减法，就大做加法，就大家要获取大量的信息，包括今天的这个周末的课程也给了大家很多方向和信息，对吧？各个几个行业的中线的、短线的都给大家。但是最后呢，回归到投资里面，你要 stay foolish，就是说专注做减法，就是每天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有很多。但是最后有些东西可能是你和你的这个投资风格是不符的，包括每个人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资金啊子弹都是有限的，所以你只能盯着可能说一部分去做，你不要每个都想要，但往往到最后可能都得不到。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啊，
投资先做加法，再做减法，拿你需要的这个东西，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或者券商或者什么东西，我建议大家不要所有的东西里面都配，你就专注的配好一个行业，其实你今年的收获也会很好，也会很好，就这样去了，就股票不要太分散，然后盯着符合你风格的主线做这个持有和波段就可以了。有时候在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再讲的这个浅白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可能股市里面当一个傻子啊，最后赚的钱要比你自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要赚得多啊。这是我们当时啊说的一个话和大家分享啊，就简单来说，就简单归纳想，就是投资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然后第二句啊，我觉得投资就是对自己认知的一个变现啊。第三个就是投资能否成功是取决于是否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并且坚持下去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做交易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投资模式，有的人是做这个短线的资金博弈，他就喜欢看着游资的喜会，看着龙虎榜去做短线的博弈，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做这个主题，做这些啊这个行业的一些配置啊，这个也是一种模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完全是做长线投资，他完全不看市场的一个波动，不受市场情绪的一个打扰，就是做一个股票，就像拿茅台，他一个茅台可以拿3-5年、5-6年，只要茅台下跌就是买入。这个好像听上去好像更加像一个外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每个人的模式都不同，就是关键是要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模式，是要坚持下去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感觉上是一直手里面说要做价值投资的，但是买的股票全部是和价值投资无关的啊。有些人是做短线的，但是往往短线套住了以后呢，他又不愿意去止损啊，没有按照纪律交易纪律去做啊，就自己骗自己说我这个是价值投资啊，我就准备拿中线。所以我想说一点，就是其实就是你做好了这三点，先拿到信息做减法，然后适合自己的东西坚持下去，找到一种模式坚持下去就可以了。这是投资，如果你能坚持这个上面三点的话，其实你大概率肯定是赚钱的啊。但是我们说知易行难啊，就是可能你都知道大道理都知道，但是做起来又会很难，因为每天的这个盘面的诱惑有很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的市场现状呢，我觉得这张图其实也很好的诠释了当下的一个市场，包括认为这种市场的情况还会在今年延续和放大。就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啊。怎么说，就是我们看到今年指数虽然没怎么涨，收盘周五就是一年大概最后是收在了3000点上面，最低是啊2440点，今年的1月份，也就是指数上涨了20%，应该说指数涨得不多啊，它是一个低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有很多个股却出现了很大的幅度的一个上涨，但是也有很多个股出现了很大幅度的一个下跌，有的甚至是退市。所以如果你做到了这个好的品种，你今年收获会很大。如果你买到了不好的品种，今年你的收益是不可能跑赢市场，而且今年的这个如果买到一些地雷啊或者退市的品种啊，那可以说是完全的这个落后。这是今年的一个指数的整体的现状，就今年的指数上涨了20%，涨幅超过300%的有15个，也就翻3倍的有15个，可能这个数字还不止这个数字啊，我们之前是去年这个12月份统计的，可能今年还不止这个数字，超过2倍的有34个，超过1倍的有180多，啊，这很厉害。但是下跌的我们看到有多少家，下跌的有1000家，现在目前市值低于50亿的有1200家，啊，我们先看下跌的啊，就下跌的1000家，现在的两市相加一起大概有3800家，也就是说有25%的公司是下跌的啊，25%的公司是下跌的。这个在之前熊市里面啊，熊市里面跑赢市场的
这个公司啊，跑赢指数的公司，我们就说指数下跌，跑赢这个指数的公司，有时候当时每年熊市里面都会超过20%甚至30%，但现在我们看到指数上涨20%，同期下跌的却是有1000家，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现在的结构的分化越来越大，而现在的一个市值低于50亿的有几家？有1200家，也就是现在三分之一的公司，三分之一的这个企业，它的市值是越来越低的。啊，原先大家很多人都喜欢小而美，啊，喜欢重组，喜欢市值低的，说有高转送啊这些品种，但是我发觉现在的市场的整个的一个资金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整个市场的生态发生了变化。未来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机构资金会逐步的入市，养老金、保险，包括银行的理财产品，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不能够适应市场的这个变化，你很有可能被这个市场所淘汰，因为 A 股的这个港股化已经是成为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而这个趋势将会使得机构的资金逐渐的成为市场的主导，而机构资金它更多的注重的是公司的基本面、行业的逻辑等等，而对于概念或者这些纯的这些博弈，将会慢慢的，这个可能会退出，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说2020年前我们分析了很多，这个对行情的慢牛，我们认为也是可期的。但是你在这个位置当中，如果你没有选择好的股票，可能这个牛市来了和你没有关系，就是原先我们说，如果你做好择时，熊市里面我就完全休息，牛市里面我就满仓加杠杆买。这在以前面的10年来看，我觉得你能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择时择得很好，你能够赚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即使你择时正确，但是你买到差的业绩差的股票，买到基本没有改善的，买到这个一不小心要退市的这些股票，那这个地方，即使你择时择正确了，择股不正确，那你也会有很大的一个亏损，这是这个市场的一个现状。我觉得这个市场的一个现状还会在演变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最后这个表格，这个是这个去年年底很多券商开的这个策略会当中，我找了一个天风的我觉得这个策略跟我个人主观的判断还是比较像的，就是核心就是未来依然是结构性的牛市，就大家不要想，就真的是大牛市来了。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政治工作会议当中有一个话就是原先是就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是防风险、稳增长，今年呢把稳增长放在了第一位，但是防风险依然还是在里，没有去除，所以这个地方更多的我们知道如果市场过热情况下，还是可能会被这个降温的。所以这个地方，更多的是找寻结构性的机会指数出现快速的这个上涨，我觉得目前来说，大家也不要有很大的预期，很大预期。我觉得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机会，慢慢的这个回来，然后这个结构性的机会，这个包括体现到市场当中的，就是一个是政策阶段性的放松，资金面政策性的一个放松的机会，但是整体上依然是这句话，就最后这句话总结市场上依然是少部分公司的牛市，所以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要赚钱如果你是心态比较平稳的，你可以逢低定投这些 ETF 指数，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如果你要获得超额收益，就要去寻找市场当中的少部分的公司，少部分的公司，这是我们想和大家今天交流的。因为未来的注册制的公司数量越来越多，可能现在是3800家，到上半年，说不定你会看到4000家以上，到全年你可能看到4500家公司。那么这个时候，有多少公司能涨？我相信，如果是按照20%的比例，900家，10%的比例。只有400家，但是剩下的几千家，
的机会就很小，好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末啊，想和大家交流的一些内容，好吧？今天就到这里，谢谢。